士德军，俗名耿军，1968年出生，系少林寺31世皈依弟子，中国武术7段，全国10家教练员，孟州市10大杰出青年，河南省优秀青年新闻人物，河南省100家优秀民营科教实业家，焦作市政协常委，济南军区特警特邀武功总教练。1983年拜于少林寺著名武僧素法大师门下学艺，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后经大师引荐，祭拜少林寺当代住持素喜大师和螳螂拳一代宗师李占元老师门下学艺。1989年经省市教委批准，创办了孟州少林武术院，并担任该院院长和总教练，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以学文化为主、以武术为办学特色的著名民办学校。2001年，省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确定该院为河南省武术训练基地。2002年，被洛阳师范学院定为武术教学实习基地。多年来，该院已为社会培养了4000余名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为公安保卫部门、体育院校和特警部队输送了1000余名特种人才，有300余人在省级以上武术大赛中获奖，26人荣获全国冠军，有30余人次出访新加坡、韩国、日本、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少林武术节、全国武术演武大会、全国武术精英大赛等比赛中德军先后6次获得少林武术冠军，在中华民间武术精粹大赛中获得象征少林武术最高荣誉的达摩杯。他多次率团出访国外，在国际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少林派武术的杰出代表人物。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族。Thank you.
Thank you.